使清净者或瓢壶亦得用。施诸恶鬼经云：先出众生时，是须如法，种周种种皆着并须净好，或一分，或少许，或一气，皆须安清净铜器中如法。如无铜器，白瓷亦得；如无瓷器，可用漆器。好，再来第四。施时得福寿事，就拔焰口经云：若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常以此密言及四如来名号加持时施鬼，便能具足无量福德，寿命延长，增益色力，善根具足。所以做施食不分在家出家，千万不要被影响。因为有些居士在做，哎呦，师父，我师父叫我不要做嘞，因为我们在家人没资格啊。这个讲法是不对的，因为发心不分在家出家啊，而且在家做反而更发心，他无所求，不用收钱啊。所以在这种情况，各位这末法就是 对了变错了，对不对？错的好像说他是对，甚至错的多还讲我们做对的人是错。各位这一点你要相信经典，所以佛经告诉我们末法事情一切以经典跟戒律为主，不是谁说的啊，经典这么说我们就这么做。所以比丘比丘尼在家优婆塞优婆夷经常念这个辨识咒加上四如来名，那现在变成加了三个叫七如来都可以，加持食物不食恶鬼，你便能具足各种功德，无量福德，长寿气色力量功德力善根。什么叫善根？不容易起贪嗔痴啊，什么事情都是在无贪嗔痴的状态去圆满。第五，除诸病事。甘露未经云：若人遇大众病及诸鬼病等，当作念咒三气，咒之七遍，于旷野中施诸恶鬼，如是二七日，所遇病痛即得除愈。啊，就是面饭粥。那有些人说不用菜吗？那有一个说法是，如果光这个的话就不用加蔬菜啊，就是面饭粥。那我们又加水又加牛奶，这个牛奶是给小 baby 啊小牛啊多一个观想，又为他点灯供花，然后念一念以后要拿到黑暗越没人地方也好，因为人怕鬼，鬼怕人啊，所以如果到旷野处功德更大啊。所以连续如果有人重大病苦呢，是被鬼附身。所以古时候人很简单，就是一碗水加一点饭就可以，我们叫水饭，然后就倒在后面的河边啊，比较没人的地方。所以就算你都不会念咒，重点是你有那个心啊，你相信，要加上你会念，它会变得广大无量。所以辨识咒也叫增广加持咒，它就会增加广，遍一切处。然后这样去做布施14天，最好念7遍，当然平常你念3遍，有时间念7遍，再有时间念21遍最好。然后天天做，我希望各位天天做，你千万不要等到生病才做，代表你没有悲心。菩萨是只要这个世间有人在生病，我就一直为他累积这个功德。话又讲回来，你不就说一天做一次，你可以一天就做完14次啊。所以有一种修法是拿一块饼干嗡啊吽变成无量无边，那么沙瓦当当的上不来上嘛，放下去就一次啊，嗡啊吽那么沙瓦当当的第二次，这样啊。那你要念满10万次最好了啊。你念完10万次一个好处是你只要念一遍就是10万次啊，那你以后所累积的功德就不可思议。所以各位现在话少讲一点，聊天那个都不要讲，多念经，多讲佛法，多持咒，让你的声音都有加持啊，累积这个功德。那你佛有60种梵音，对不对？那佛的功德是这样修行来的啊。所以各位看到不如意的事情不要讲啊，不要抱怨啊，宁可多念咒，多念佛，多背心经，像以前的老和尚都背寄诵，背得很熟。所以我们湛江寺的专长背寄诵啊，
因为背寄诵，然后就按照意思去跟人家说，也拿来修行，这是非常好。第六，限日，也就是说，你去做时间，只要7天之内就可以改变，这叫限日。念一下，限日宿世，甘露未经云：若复有重罪恶业累障，难可除断者，每日咒汝州以施恶鬼，满足7日，一切罪障熄灭无余。又云：若能正发丈夫之人，日日修行，一日施食，一天下恶鬼皆得食吃，多日施食，十方六趣一切恶鬼尽得饱满。特别这两段，希望各位广为宣传，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啊，不知道这么简单的方法，这么慈悲的事情。所以如果碰到有这种重大的罪业、恶业、累世的障碍，一直消不了业障。我经常看到，哎呀，从认识我10年到10年以后还在脚痛，他天天在讲。我说你去做啊，他是每天只讲脚痛不做的。啊，他想要依靠出家人师父，你帮我做，有些事情是你要自己做的。你跟他的恶缘是你要跟他断除的，啊，你不能写个牌位帮别人帮你做，啊，就算你不会念经写牌位，师父在那边忏悔念经是你要跪在那边的，啊，不是我给你钱，然后你去帮我做，啊，如果是属于个人的因缘，你要个人去忏悔。啊，你不可能说你对不起你太太，叫别个男人去跟你太太忏悔吧？有些事情是可以，有些是你要自己做的。特别各位，你堕胎你不自己忏悔，叫我去，又不是我堕胎。所以很多菩萨说：“师父，我逛老半天堕胎都没超度。”所以我各位给你们下课就要去净莲那边排队。我身上还有多少堕胎啊？多少祖先没超度啊？那些是你要自己做的。那其他的你修功德，去回向啊，那是可以的。但是你自己的要靠你自己，所以你要诚心跟他忏悔。老实说，各位，你身上冤亲债主没超度，你会脾气怪怪的，你会突然发脾气爱骂人，那都是你的身上的冤亲债主在生气。只是别人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讨厌爱骂人，因为他身上胎儿没超度，那胎儿就是爱骂人的。他身上那个冤亲债主火气很大，是高血压的，那你忏悔跟他超度，那你个性就变了，这样的意思，不然你就会被他影响，因为他已经在影响你了。所以这一点，那各位，这是最快的方法，汝州，因为那些恶鬼道很喜欢加水的东西，因为他们干嘛，所以稀饭是最好，而且加牛奶，然后念辨识咒。7遍，拿去荒郊野外布施，或直接倒在河里面都可以，用各种方法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去做，所以我很喜欢在海外办，这是德国有福报来了，就有人在这边做了嘛，所以我知道我们这次里面有很多越南的菩萨，越南不知道有没有在施食也不知道，如果有最好，越南放焰口很厉害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就变成出家人做，在家人没做，好可惜。泰国人好处，出家人不做，在家人天天做。泰国出家人他认为这个是解脱道了，这不要跟鬼在一起。好在泰国人是受了以前的佛教影响，有泰国以前的佛教是密宗加婆罗门教合在一起，所以这个施食还在，所以他们每天要在门口拜一下，拜一下，所以。每天都要施食，那各位呢？稀饭最容易了啊！翻过来又云：若能，你知道这个道理，好，我要天天利益众生，因为众生需要我，正发丈夫之人，日日修行，一天施食。什么叫一天下？你站在屋顶，看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叫一天下啊！一个人做一天下都得到了，那你天天做，那不得了了。所以多日施食，十方六道一切恶鬼尽得饱满。那对我们来讲，只是修一个悲心吧，对六道众生。而且各位又知道上供下施了，我点一支香，诸佛也供养，天神也供养，六道都供养了。好，观法。
甘露味经云：行者先请十方佛及诸大地菩萨、金刚、天龙、鬼神仪，细心不乱，向六趣众生种种苦恼，如上所说，即见此矣。悲泣圣彻，欲救护，复想己身成宝花台，飞到其所，调身按摩，流泪如雨，欲灭其火，背腹悲梗，痛彻骨髓。若心不相应者，当想一切恶鬼，如己所爱父母妻子。每次都要这样观想诸佛菩萨降临，接受我们的供养。更重要的，想六趣众生种种苦恼，这一点我希望各位加强。这个慈悲观太重要了，而且你要想到心很痛，掉眼泪啊！你一个人如果修悲心，不会感动，不会掉眼泪的，可能你们真是没悲心，然后你只有嗔恨心多于悲心了 啊，烦恼心多于悲心。那这一点各位要经常观想到自己很感动，特别唵嘛呢叭咪吽，讲的就是六趣众生的痛苦。啊，用大悲心去帮助他们，要这样观想。那一开始你没办法很快观想，但是各位一定要练习。你要发愿观想108遍，一有空不要聊天，不要打瞌睡，就观想上供下施，上供的虔诚，下施的悲心啊。然后观想久了以后，你就很快就可以观想，很快就可以观想。所以像我很喜欢观想，特别在坐飞机。我不喜欢打瞌睡，一直观想我在飞机上这么高，然后观想自己融入到地狱恶鬼道啊，所有的功德都带到，而且动物道每一种动物都要跟他结缘啊，每一种人类跟他结缘。所以各位，你认识过白人、黑人、德国人，你稍微了解他，然后你就知道，特别犹太人啊，各种的民族，你都要跟他有结过缘，然后你就观想最容易的，因为他们各有各的快乐跟痛苦。所以然后观想完以后，自己坐在莲花啊，但是自己充满悲心想要帮助他，但是因为佛力加持你，因为你特别是菩提心啊，你观想自己变成观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坐在莲花上，然后你要去救对方啊，他身上被火在烧啊，在流血啊，所以调身按摩，哎呀很可怜的，想要消除他身上，特别恶鬼道大部分都有火在烧，他恶鬼道只要一动就会冒火，一动就会冒火，一走那关节就会喷火，一肚子饿一口渴嘴巴就吐火。所以你看到他们会觉得现在有网络啊，做成动画，然后可以让别人感受到恶鬼的苦啊，所以欲灭其火，背腹悲梗，哎呀更难过，所以痛到我们心里面。那如果你没办法观想到这样，那你要观想那个人就是你的妈妈啊，你最爱的儿子，然后你心里会很感动，这样去做观。而弥勒即是甘露味经云：是持咒者于弥勒佛前，若不得受决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于此贤劫次第成佛者，我则堕于其狂众生，成道以来所说经法亦无是处。所以念辨识咒又加上死死的保证成佛，这佛亲口说了啊，所以而且你一定会参加龙华三会，那弥勒佛成佛了还会授记你将来你在什么时候成佛，你只要会念这个辨识咒，再念是那么萨瓦丹泰多瓦罗之地嗡三本来三本来哄，有时候没有食物你就手拿这样观想上面是食物啊，这只手是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如来的手印啊，三本来三本来就是话很多啊，但是各位他们会打手印的很手很漂亮，你们要学啊啊，然后怎么样，但这是我发现每一个传承打的有点不一样，但是无论如何你有个信心啊，所以你念这个咒就算没有食物，对方的饥渴喷火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了，再加上食物又可以跟他结缘，所以会念辨识咒去利益众生呢，一定成佛。所以于此贤劫次第成佛啊，贤劫千佛以后你继续成，一定成佛。如果你不成佛，
释迦牟尼佛说：“我则堕于七狂众生。”佛陀说：“你慈悲心去念遍。”